恁有相信耶稣基督跟我无？还有笑？你有相信无？但是真侪人不相信呢，因为这跟咱的生活的体验有足大足大的差别。真侪人不要都相信，包括耶稣的学生，因对耶稣三年久，日日安尼咧听耶稣咧讲话中间，因依然是无法都相信。举一个来讲，当几个妇女因一礼拜透早到梦到迄个梦去的时阵，因看见梦是空空，然后天神嘛对因讲话，安尼证据有清楚啊未？因当去甲这学生讲，这学生安那应？啊，我白讲啦，中文叫做胡说八道。意思是讲，因也阁无相信。阮两个学生，因咪讲往伊妈五的这路上，因已经听过啊，已经听过哦。注意哦，因已经听过在姊妹因讲起到因所看见的，但是真有可能因惊，因嘛唔知要安怎讲。What's wrong? What's going on? 那是什么代志？因面带忧愁，因无法度相信，真趣味。这时阵耶稣主动，记得哦，是耶稣主动来跟因做伙，跟因做伙行。然后就甲因讲，伊关圣经，甲伊关甲伊甲耶稣基督有关系，弥赛亚有关系，才预言才话。当日头落山的时阵，因就将耶稣讲：“你老嘞，也阁唔知是耶稣哦，等于老嘞老嘞，甲阮做伙嘛。”因在食饭的时阵，耶稣提饼起来，坐下，背开。啊！交好提好因的时阵，这个动作让因想起到最后晚餐的迄个动作，因 final 来哩，最后因目睭金去，因的目睭因拍开，因嘛底下来看见，确认这个人就是个活耶稣，看见没？各位耶稣不是只有带大家的学生，带拍开伊的目睭，互因行伊的心门，互因了解圣经的教义。总是另外耶稣嘛拍开伊的心门，互因了解，互因了解，拄起遮因的怀疑，嘛拄起遮忧伤，遮惊吓。嘛，读起因的无信。咱看圣经安那的描写，迄个时阵天已经暗嘛，伊无亲像咱安尼时时拢有路灯，咱咧塞车的时阵，咱嘛咱开电话，所以足方便的。无，已经暗路的时阵，因安那做？因随时起来，因起程，登去耶路撒冷。这边话因啊，不是遐姊妹啊。这边话因讲，是万物看见耶稣基督真正个话。遐姊妹，这个故事，不是只有一个讲到这学生因安尼目睭金起去认到耶稣安尼尔。这个故事其实予咱看见，因甲咱共款，这学生因的信仰的力量的挣扎。我是常常听见有人要洗礼的时阵讲，牧师，我吼，我也阁无感觉到耶上帝是真正的上帝呢。啊，遐个神我要敬对一个，我嘛无感觉讲迄个神伫我的心内咧活呢。那是咱看这学生，因嘛甲咱共款，因对唔知影啥物款情形，对挣扎讲，敢真正是安呢？然后
够因真正来相信，讲耶稣真正个话。等耶稣因听到耶稣真正个话的时，因的性命落地下得到改变。兄弟姊妹，你我，咱拢需要经历这款的历程。咱对听伊讲，别人听伊讲讲信耶稣真好，啊，讲来教会真温暖，啊，来教会足好，你听见？但是你需要真正拄到耶稣 ，from here to encounter。你需要知影讲，哦，我知影耶稣真伟大啦，圣经内面的教是真好。教你体会到，那是真话的，那生命，那款的信仰，这个信仰跟咱的生命，跟咱真有关系。这是对头甲的心，诶，这款诶会在的热点。今日咱有两位一个姊妹，一个兄弟，因嘛同款有经历这款的热点，我相信。这款的力量也是在我们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我们的信仰个别，不过我们的信仰不能只有停留在这， Keep on going, moving， 不能只有停留在说，哦，我知道耶稣，哦，他是救主，哦，人，哦，洗礼，刷，给你这些姊妹和这些学生，当他们看见空的坟墓，当他们遇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用他的嘴，用他的脚，用他的性命跟人说说，是耶稣基督真正的话。所以保罗跟我们说，保罗跟我们提醒，因为这耶稣讲话在咱的信仰内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保罗讲，如果耶稣若不过话的时阵，你我咱拢是世界上可怜的人，牧师嘛咧白贼，牧师咧骗人，以前的牧师嘛把我骗，大家来骗来骗去。Are you sure？ 如果耶稣若不过话的时阵，咱所信的拢是空空。不过这句话我要在倒边来讲。如果咱若确信耶稣基督真正搁活的时阵，你我咱拢是世间上界幸福的人，因为主耶稣有应允咱，因为咱亲像是拄成熟的果子，咱所有的人要跟对伊一样，咱有一天咱嘛拢要搁活，因为上帝应允的确要实现，是。看姐妹，这个世间上个幸福的代志是啥？咱有主堂口，咱所信的耶稣基督，伊讲话，伊是神，伊赢过死亡的关系，赢过在黑暗的关系。是，这个世间上个幸福的代志是啥？咱有听见上帝的人应允。因为将来有一天，咱要甲所有的正信徒，伫上帝家做伙底下唱哈利路亚，咱要底下做伙欢喜，咱拢要个歌啊。是，你有确信无？等咱确信耶稣基督个话的时阵，你我，咱拢是这个世间上界幸福的人。阿门。当心啊，记得 ，Let us pray。